走过你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。我不敢抬头看着你。今天我来到了塔村的云上草原，我发现这边新放了一幅油画啊，跟后面的风景融为一体，非常的逼真。你看，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哦，稍等我三秒钟，给大家表演一个美女入画，哈哈哈哈。